现在在基隆，在路边的 Seven 休息。我现在已经全身都是汗了，超热的，今天超热。中秋节明明就快到了，然后结果还这么热。我现在已经骑到全身都是汗了。而且我觉得最痛苦的是还要戴口罩这件事，超热。我现在终于到家了，今天骑了一整天的车，太阳超大，然后超热，就是已经晒到，就是我的脚明明就是穿长裤，可是就是整个就是在发烫，然后超热，然后那个就是裤子跟袜子不是有一节就是没有，可能有时候就是裤管，就是你跨上车会裤管会往上卷，然后就跟袜子有一段就是没有遮到的那一段，就一直烫一直晒，然后整个就是超热超烫的。然后我现在整个已经今天真是流了我就是人生中就是汗都流完了，超热了，然后头发整个就是毁掉，已经变成中分，然后变成这样，然后压到扁掉了，就是被安全帽压到已经就是扁掉了。唉，累。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台北了，明天就要回台南了。有点恐慌欸，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这样长期住在台南过了。今天会去骑车是因为想要就是回味一下我原本就是最常骑的那个路线，再来要再骑那个路线，就是不会不能说就是想骑就骑。在台北这一天呢，我就还是去骑一下我想骑的路线，只是今天就没有骑阳明山，因为阳明山它礼拜天，然后整个都大塞车。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都骑北海岸，就是都骑海边那条路。就我今天就从就是内湖，然后就直接骑往淡水，然后绕一圈北海岸，就整个绕海边，然后往基隆再回内湖，这样一路都是骑平面道路，都没有骑那个快速道路。就想说好吧，今天就来就是台北最后的，就是待在台北最后的骑车的那个回味一下这样。我房间现在超级乱的，就是东西很乱，然后很杂，但就想说，啊，明天就我爸妈会上来载，然后会帮我载回去，然后顺便把我也载回去。然后刚刚我的机车已经去托运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只要把所有的东西就全部塞进一个垃圾袋里面，塞进一个大袋子，应该就差不多了，就可以直接上我爸妈的车，然后我也懒得整理什么了，反正回台南再整理咯。那我刚就是还在想说棉被要怎么把它运回去，因为我想说棉被这种东西就是需要一个干净的大袋子，然后我一直想说哪里会有那种干净的大袋子，我想到了一个超聪明的方法，就是
我可以直接去我们家对面，就我这个现在这个住的地方的对面有一个自助洗衣店，我就去投那个10块钱那个装衣服的那个塑胶袋，然后它是干净的，这样我就可以，就可以直接拿干净的塑胶袋来装这个很大的棉被，真的超聪明。订阅我。